接下来哈，我们屏东高雄，我们请屏东高雄的代表，一起上来，屏东高雄。屏东高雄，大家一起上来。放心，我们人没有很多。我们今天人不多哈，大家想要拼一点，能不能多一点？来，屏东高雄的来，请过来，来动作快，屏东高动作快来。我虽然是个位数啦，好，但是我每年一点要增加个，想就要双位数。谢谢。我是大杨晋江理事长，我拍摄，咱们去参加应比艺术协会的开会，是拍摄，这第一点。第一点哈，感恩那个这个吴正才执行长，一种精神比较高好，我非常感激他。然后呢，这一次高屏区在他的规划之下，我们也纳入了。希望我们以后高屏区的书画伙伴们能够跟艺术联盟大家做伙来拍拼，然后我们能够让艺术联盟大台湾区北中南这个做成一个圆满的美好的这种版图。谢谢。那今晚哈，我来介绍阮高雄来。我是参加两个画画院校像那个高美莲啊，因为都是第一次参与，所以呢我就先今天有来的高雄市美术研究学会啊，他的荣誉理事长就是我们的主持人蔡明煌老师。然后我左手边那个是胡国志的常务理事，然后我右边是李雅琪会员，他的会神奇，希望好像明年会有更多的人过来啊！谢谢大家能够参加这么优质的这个团体，非常感恩希望我们更加的圆满，谢谢。